我们经常从网上买东西，今天就来跟大家带来一个从网上买东西不但可以省钱，而且还可以赚钱的办法。首先，我们先打开手机淘宝，从上面找一件我们喜欢的商品。我们随便找一个啊，比如说这一个。好，我们找一下天猫的，天猫的质量会好一些。这里是，我看第一个这个是衣服，卖的是1180块钱。这是我们把商品的名字长按复制宝贝标题，然后打开花生日记这款软件，刚才复制的内容已经直接显示出来了，我们直接点击搜索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搜的那个商品，现在是天猫价1180元，现在可以优惠1000元，只需要花费180元就可以买到。我们打开看一下，打开之后。下面有一个分享装20.66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把这个商品分享给别人，别人通过我们发送的链接来购买的话，你可以赚得20.66块的提成。如果我们自己买这个提成，我们自己也可以赚到。好，下面来说一下购买的方法。如果你想把它发送给别人，让别人来购买的话，我们点一下这个分享装，点击之后呢，复制一个下这个淘口令，然后点击分享图片。可以把它分享给微信好友、朋友圈、QQ 好友、QQ 空间啊，或者直接复制链接都可以。别人通过你分享的这个信息来购买的话，你是可以赚到这20多块钱的提成。下面我们来说一下我们自己购买的方法。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抢券，里面有1000块钱的优惠券，我们点一下立即领券。点开之后，它会自动打开到这个商品的页面。然后无论你选了什么尺寸，选了什么套餐。这1000块钱都可以给你优惠，最终只需要花180块钱就能买到这个商品。还有一点，如果我们退回到这个花生日记，如果你是小米手机的话，你用的是米 U 系统的话，你复制一下淘口令会直接显示出淘宝的这个链接弹出来那一个，我们直接点击进入就可以啊。现在嘛，我们来演示一下怎么分享给好友来购买。我们点击这个，然后分享图片，发送给微信好友。选择外国市场优惠券购物群，然后粘贴，这样分享，留在微信。打开之后，然后长按这个消息，选择复制，然后打开手机淘宝。因为我这个消息复制太多了，淘宝以为我这是被盗号了。我们选择立即查看就可以。又到了这个领券的界面，剩下操作步骤又和刚才是一样的。下面再跟大家说一点它的另一个赚钱的方法。你除了从淘宝上寻找商品之外，软件它自己也是有很多商品的，有很多分类，像女装、母婴、美妆、家居、内衣、男装、美食、数码、鞋包、其他等等。比如我们随便选一个，我们选择一个女装，就第一个，然后下面有很多分类，就可以，你可以从选择优惠券从高到低，或者优惠券从低到高，或者就是。你的提成是由高到低都可以，还有售后的价格，从低往高排，还有从高往低排都可以，还有按销量排名都可以。比如我们选一个优惠面值由高到低，这个天猫价是卖750吧，优惠500卖250吧。我们打开了之后，然后长按标题复制成功。如果复制不上的话，如果你是小米米 U 9的系统的话，可以点击这个传送门。然后直接复制，这个传送门是包括图片的文字都可以复制。用小米手机的朋友可以升级到米 U 9来试一下。然后我们选择打开手机淘宝，然后把这个标题复制进去，搜索一下。我一般都选择天猫的，天猫的质量会比淘宝要好一些。我们来看这淘宝的价格确实卖的是750吧。现在我们再返回花生日记领取一张优惠券。领取完500块钱优惠券之后，只需要花费250元就能买到这款商品。这是软件的另一个使用方法。当然除了你用它来买东西赚钱之外，你也可以把商品的链接分享给别人，别人通过打开你的链接来购买的商品，你也可以赚到提成。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你点击一下这个我的右下角，然后再点一下邀请，点击分享专属海报。
把你的这个海报发送给你的好友，你的好友通过用微信扫描二维码，然后下载软件，最后他一定要选择用微信登录才可以。他以后用这个软件赚到钱之后，系统会额外奖给你20%到100%不等的提成，最低是20%，最高是100%。比如说他赚了10块钱，你最高也可以赚到10块钱，啊，最低的话你也能赚到2块钱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这个软件刚注册之后，你显示的你可能会是花生会员。花生会员的话，只可以领优惠券来优惠买东西，买东西是没有提成的。之后你需要等待一会儿，它会自动升级为超级会员。超级会员买东西才享有提成。好，下面来跟大家说一下获取这个软件的方法。如果你想获取这款软件，可以关注我们山东虎宝驿的今日头条号，然后选择私信发送本建议，推开那扇心窗，远远的望，就可以获取这个链接的下载方法。好，我们本期就讲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